上无啥物时间通我敲电话，拄出社会，要伫学功夫，毋知影厝内的所谓敢会抵过。阿明自体五号了后，就无爱讲话，回头家搬暖，坐你边甲头咧。惊讲唔对话，惊讲唔对话，惊讲唔对话，其实拢是看袂过。哎呀，今年大阮两岁，伊有一个后生，今年拄开始读册，有新的晚上，伊会坐伫宿舍的眠床边，牵着阮。牵着伊的怨气，西门町高低路。老阿伯伫路边收粪扫，百货公司的厝尾顶的霓虹灯，另外一边照着另外一边。惨的风景，亲像东坡的山，不敢照镜，因为感觉艰苦。你若啉美露，若你讲笑话，面对着一大片咸仔甲的乌，凄惨的风景。因为感觉艰苦，你若啉美露，若你讲笑话，面对着一大片咸仔甲乌。谢谢大家，我们是风爱，看下次再相见。